很感谢这个节目，在节目里面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很温馨，得到了更多就是很意外的收获，也得到很意外的我的小鸡 crew 乌鸡乌鸡这是上海市那个文物单位，对，多伦多250号。虽然我以前没住过这里，但是也是我一个向往的一个目标。特别认真的说的假话，看见没有？哎，这边路，啊，那个时候地全部都是用那个最那种大理石做的地上，大理石做地上的时候，那会地上全部都是用那种排水系统会比较多一些，所以每块石头都是很清朝那个时候用的石头去做的，很无聊，对不对？对。对。好，鼓掌。对。果然是队长。瞎掰的。特别认真的在瞎掰。瞎队。小鸡分队队长是谁啊？哦，亮亮。我突然忘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亮亮，那我是小鸡 crew 的队长，大家好。该有掌声的感觉。对，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小鸡会掉下来哈，会捡的吧。这世界很酷。